首曲子《高士德劝》是一首古筝曲，相传能为春秋时代为技艺高超的琴师伯牙作的曲子。伯牙呢，他非常擅长弹琴，但他呢，当演奏的曲子是攀登高山的时候，他的指令，他的指挥说：“哎，真的呀，其实就是泰山一样雄伟。”当他如果主题是流水的时候，高山流水，就是流水高山，解释为遇到知音或是知己，或是形容乐曲巧妙精深。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中国十大古曲之一的《高山流水》。